你们可以说看看有关大人馆的传说吗？这栋楼的建筑师和学校有财务纠纷，把去财顺八卦建筑改成逆八卦。一切都准备好了吗？在闹鬼的地方测试游戏，大概只有我们吧。我们将在游戏内体验三个真实都市传说：一个人的捉迷藏、四角游戏、鬼电梯的招魂仪式。觉得这里真的有鬼吗？你直接开始吧。我炼狱庭先当鬼，我炼狱庭先当鬼，我炼狱庭先当鬼。玉婷在干嘛？怨鬼楼，来治鬼还没人，困在不同的时空里，轮回。你好，被子你现在长在干嘛？他乐不来吗？我没如果你来就哥哥。